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我们第一波的抽奖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到今晚的十二点已经截止了，但是我们的第二波活动就是抽片人部的那一部活动还到这个礼拜日的十二点截止啊，所以还没订阅阿龙跟还没有到阿龙底下去留言的记得要去留言哦。那我们现在会有一个新的活动，就是阿龙打算每个礼拜二的那一部影片后面我都还会附一个开箱文，你有看到后面这些公仔吗？这些就是阿龙准备要给大家抽奖的那个奖品。那我每个礼拜二晚上我都会选一支来抽奖啊，一样是每个那一周的礼拜日晚上十二点截止这样子。那这样话不多说啊，我们现在就赶快抽进行现在的抽奖画面啊。我是用平板抽奖啊，我把画面转到前面来。好啦，因为这样子的话画面可能会有点闪动还是什么，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啊。现在就是我们要开始进行抽奖啊，这次抽奖总共会抽出四位，那我们就准备按下它咯，准备，然后四位前往，下来之后然后就直接按抽奖。好，那抽的奖项已经出来了哦，得奖者是这四位。先让他停一下。好，那我再把镜头转回来。OK， 那以下就是这四位得奖者，啊，没有得奖的人也千万不要灰心，因为阿龙接下来的活动会越办越多。啊，我会去巡展的时候帮各位观众多打一点福利啊，就是你要多支持阿龙，那阿龙有拍片的这个动力，那阿龙的话就会不管金额多少，有少少出就少少出啊，没有的话我也是当回馈给大家，就是互相帮助这样子。那还没有订阅阿龙的，还有没有追踪骗人部留言的那个阿龙，会把那个影片连结放在下方啊，记得要去观看，然后记得在下面留言哦。然后这些后面这些公仔啊，阿龙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会再开箱一只，就是大概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不会去动到那个，然后我就把它收回去，然后留给大家做开箱，这样抽奖这样子。然后等一下啊，有中的四位啊，麻烦请搜寻阿龙的 FB， 阿龙的 FB 叫季风雨，四季的季，然后季风的风，然后岛屿的屿，是三字旁哦，不要写错哦。啊，私讯阿龙，然后记得截图你粉，就是你的个人资讯页，让阿龙核对说确定是你本人，然后阿龙会跟你要你的个人资料啊，还有你的住址等等的。当然阿龙是台中人啊，啊如果你是台中人的话，阿龙可以省一点运费轻送过去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是别县的话，那就记得就是资讯啊，那个邮地区啊，那些要写清楚，要跟我讲清楚，这样子我寄的时候才不会你没有收到东西这样子。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了啊，喜欢的话记得帮阿龙订阅，然后分享这一则影片过去，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哦，拜拜。